陈坤周迅甜蜜对视，笑得好开心，两人颜值太完美。2月5日，陈坤的东森未来微博晒出一组公司年会照片，照片中周迅穿着圆领毛衣，袖子和衣身用两种图案拼接而成，头上戴着灰色帽子，帽子压得很低，快要遮住了眼睛，整体穿着很是休闲，这侧颜真是美炸了。网友也纷纷评论，陈坤真的是修长，小迅姐超可爱，坤哥笑开了花，小迅美，坤哥帅，两人的颜值，这气质太完美了。